阿莲，你说你爹给了10两银子，就是默认咱们俩的事啊？怎么说，我也是他们的亲骨肉啊。那你还是歇着吧，我明天早上得起来砍柴吧。你去哪儿？啊，我不让你做。啊，阿莲，我明白你的心。可是我不能委屈你，我乔哥一定要堂堂正正、风风光光的娶你。乔哥，你真好。阿莲，好有什么用？再好，也是个不走正道的人。我觉得你比那些走正道的还要正。乔哥，乔哥，哎呦，乔哥，快把你灵童带上。怎么说？我家丢东西了，贵重吗？哎，贵也不贵，不过丢了它，今天晚上全家吃不好饭了。好吧，那我去看看。真见鬼！我说小哥啊，好好的一串干鱼，也不知道怎么都会丢了。今天晚上丈母娘还来我家吃饭的。是啊，我刚刚讨好你，鱼就不见了。我赶紧翻个窝，没有，连根鱼刺也没找着。就是啊。圣人说了句圣话，缘木求鱼。说什么啊？就是说呀、到房梁上去看看啊。哎，没有啊。你再找找看啊。哦，哇，鱼在那啊。啊，阿莲，怎么样，我没骗你吧？啊，还真灵哎。是呀、啊、不是我灵啊，是我的灵孔灵。嗯，你这是小馋猫。今天啊，又是你做的案。赵哥，你怎么变得那么快呀？你想啊，一条鱼，蚂蚁抬不起，老鼠呢又拖不动，人还没有吃，狗窝又没有痕迹，不是一只猫，那会是什么呢？就算是只猫，你怎么知道它在房梁上呢？要是在地上，它能抢得过狗吗？阿莲，早点睡吧啊！
你在搂着谁睡呢？小花猫。我还不如一只猫呢。炎黄醉汉，豆芽用度拮据，必须另辟财源。命令境内山场主加纳山陵税，你们赶快草拟告示。是，马大人。晚生草拟的有关灾情方面的成文已经写好，请东翁大人过目。好好好，措辞极当，待本官开箱用印呈报。啊，大印呢？我的大印呢？这大印怎么不见了？不知道。各家各户注意了，执政大人有令，今年增加山林税。各家各户注意了，执政大人有令增加山林税。增收山林税，那是万家的事，与咱家无关。咱们来个隔岸观火。哎，这叫一石二鸟，左右开弓。爹爹真是老谋深算，孩儿万不能及啊。万老爷。二位公差有何贵干呢？知州大人有令，今年要增加山林税。这您呐是这儿大财主，您就带个头吧。这什么？哎呀，这四平为主官平印呐、你们这上边连点红印泥的痕迹都没有啊，就跑到这儿来作威作福啊！是，你干什么你？好啊，你竟敢撕公文，还辱骂公差！好啊，今天我非给你点颜色看看。走，走，放开我！哎呀，你们凭什么乱抓人的你们？已三天了，大印呢？难道张赤王飞走了？一定是你们偷的。你还有你，不打你们是不招的。来人呐，各打五十大板。是。打！我不打。打呀！你打！你打！打呀！又打！又打呀！哎呀！姓马的，我看你这张交椅还能坐多久？将来呀、这滨州的天下就是您卢老爷的了。滨州的天下属于谁？那是皇帝老子的事。哎，干杯！
三老爷吃饭了。哼，这是猪食，我不吃。关老爷，这是特意给你做的，知足吧。你去告诉姓马的，这丢了大印是要砍头的。你真是个窝囊废，上任还不到一年就把大印给丢了。哎，这能是谁干的呢？哎，我看肯定是家贼干的。哎，都知道，这究竟是谁干的？查出起来却不那么容易。今天我又将幕僚师爷重责一顿，他们却依然咬牙不认，反说可能是三帮六义所干。我又转让师爷们施行于差役，却依然毫无结果。现在公堂之上是乱作一团呢、那可怎么办呢、这当官的范建宝大印乌纱莽玉袍，这大印丢了，拿什么刑堂断案，又拿什么刑文参奏啊？这是要让上头知道了，那还了得？哎呀，你少说两句不行吗？我这不正在想办法吗？想办法，想办法，都七天了，也没见你想出什么法子，整天不是打这个就是骂那个。舅妈，亮，你怎么来了？舅妈，爹爹听说这本出事了，让我来看看。看什么看？你想看我的笑话吗？哪能呢？好嘞，你也是我舅舅。俗话说，多一个蛤蟆，多四两力。也许有用得着我的地方。你除了雄关问柳，你还能干啥？哎呦，你也别老说我。人都说外甥多想舅，你，哎，你这不成器的混账东西。德亮，你别惹你舅舅生气了，你来到底有什么事儿？哦，我们那里乡绅李党早就对增捐加税十分不满，这次听说丢了大印，都高兴坏了，正准备联名上报呢。爹爹叫我来告诉你一声，早做准备。真有此事？这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，船破又遇顶头风啊！这事儿竟传得这么快。哎，这就叫好事不出门，坏事传千里。你还以为没人知道，这滨州地面上早就传遍了啊。德亮，快替你舅舅想个办法吧。哎呀，我能想什么办法？我呀，除了进妓院逛青楼，我能断什么情查什么案呢？哎，这公堂之内不是有许多西行幕僚吗？他们都没有什么高招。哎，别提了，那帮旧党反带呀，说不定啊就是他们偷的。哎呦，这就难了，除非你叫神仙来断案。神仙？哎，德亮，你们那里是不是有个人叫俏哥的？是啊。干嘛？听人说俏哥有个灵童，能测疑难之事，灵验之极，人称他为半仙。哎，他不过是个砍柴的，他这从哪弄个破竹筒装神弄鬼？无风不起浪，我不能不信。他叫瞎猫碰死耗子，蒙准了几回，乡亲人好骗。你们说的那个俏哥，是不是上次抗山林税给我打过的那个俏哥？是啊，就是那个俏哥。哦，我看这个人不一般，是有那么点神兮兮的。那就请他来测一测吧。这，上回我打了他，还没收了他的花布，是不是他肯来呀？哎，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考虑那么多？明天派两个差人前去请他，总强于你在这里干等，等着人来摘你的乌纱帽。哎呀，舅舅，你别信飘哥什么灵童啊，
又是个无赖骗子。唉，事到如今，只好死马当作活马医喽。赵哥，大白天睡什么觉啊？干嘛？起来！干嘛？阿莲，你不是回娘家住几天了吗？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？啊？我爹爹被马志忠抓去了，阿妈天天在家哭，我怎么往下住啊？阿莲，你不是不放心我才回来的吧？啊？别胡说了，我有什么不放心的？哎，阿莲呐、啊，这两天我都不敢出门了，我一出门，一群一群的女人她都跟上我啊。哎，别不害臊，说正经的，你得赶紧想办法把阿弟救出来。我能救你爹？怎么了？我是多大的官呢，能管蜘蛛大人？你不是翘哥吗？你有窍门，谁你都能治。哎呀，你把我看的也太能了。你能，你一定要想办法把阿弟救出来。叫外星人快点来！小哥。哎呀，是二位啊，你好，小先生，小先生，二位好啊。你们二位天天是够累的了啊！怎么，今天又是来请我的？是啊。哎，你们蜘蛛大人为什么不来啊？你怎么知道蜘蛛大人要来啊？早上听林孔说的呀。哦。哎呀，看来啊，这个林孔也有不灵的时候啊。哎，蜘蛛大人本想亲自来的，对，因为他有病。想不到连这个都能够测出来呀！啊，原来如此啊！我说呢。哦，二位，二位请。凡进我屋的人必须先带灵童。哦啊。靠手。再叩首，三叩首，好了，听起来吧，二位，听起来吧。你看我这个灵童啊，脾气傲着呢，所以连我也没办法。现在你们二位说说来求办的原因吧。大人丢了官印，衙门内外鸡犬不宁，大人让我们请人去测一下，如能找回官印，重重有赏啊。这倒无所谓。这个关键是我这么跟你说吧，我这个灵童啊，它有个特点，这个丢的东西越贵重呢，施主越要虔诚恭敬。哎，找回这个灵童呢，它并不难。这个关键是呢，你们蜘蛛大人要满足我的要求。哎，他现在六神无主啊，让他叫你亲爹他也叫呀。那可不一定，蜘蛛大人怒气冲天，他看谁不顺眼呢、啊，恨不得打他个皮开肉绽呢、啊。是吗？哎呀！听你们这么一说呀，我还是不去为好的吧。你要是不去啊，我会倒霉的。你要是去了，测不出来，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。对对对，那你看我翘哥怎么能让你们带人受过呢？啊？干我们这行的，挨打受骂是家常便饭喽。是啊，这我就更得去了。千飞先生，那就走吧。行了，那我先去拿灵童。麻烦你们二位在这儿等一等啊。好。稍等一会儿啊。好，取灵童。
老虎急于拔牙，白白死吗？哎，阿莲，你不是让我救你爹吗？啊，那你得救我一些事啊。什么事啊？哎，别说了，这领导的水给我沾了一口，啊，你赶紧让他去。缘木求鱼四个字，就把那串鱼找回来了。哦，要是灵童真的把大印给测出来了，这怎么办呢？你问我，我问谁啊？都怪你，我早就说了，这种吃里扒外的事干不得。可你就是不听，不听，你拿了姓吴的好处，哼，把我也搭进去了。嘿嘿，二位，走吧。嗯，这。这些烂竹筒就这么神呢、啊？别跟我胡说！哎，这帮你设计的，一会儿啊，你就知道了。嗯、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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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我说二位啊，嗯，刚才我还没有问你们二位的尊姓大名啊。哎，我叫什么名字？你们测得出来吗？哎，行，我让竹筒给他们测一下啊。好好好，来，试试。哎，谢谢朱大爷。嗯，欢迎来信啊。好。好，这阴谋诡计四个字啊，你占了两个，这个不是阴谋就是诡计。不对，谋利的谋，救济的济。我看你们两个呀、啊、是同心行事啊。啊，那你同心行事？我们同心行什么事了、啊、这个呀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。哎呀，你测出来了，这么厉害。这个呀，那可比测名字容易多了。哦，这不好。嗯啊，这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我家失火了。哎呀，你帮我赶紧回去啊。这个人还不干。
去测啊，找不到金经理不会上去，我饶不了你。哎，阿莲，阿莲，其实你听我说，石头的大印我已经知道了。真的？哎呀，真的。小孩，林童说什么？是不是我们的事儿？哼，是你们的事儿。多行不义必自毙，玩火自焚不足奇，不计同行命难保。悔过已早不宜迟，投案自首最难赦，远走天涯遭通缉，唯有圣君能相救，烟消云散无痕迹。哎呀，圣君，求求你了，救救我们吧，救救我们吧。只有啊，灵统才是圣君，他这个大印是我们拿的，没想到起虎容易下虎难的。哎，好啊！哎，来，你们俩先把事情的前前后后讲给我听啊。如果你们跟圣君灵统说的一样，我呀或许能帮你们什么忙。哎，如果说的不一样，嘿嘿，那我可就帮不上忙了。是，我们保证说的句句是实话。不大哥，你说吧。圣君大人，大印藏在明镜高悬的牌板后面呢。哦，是。我听听。这句话算老实。乔哥，我们不会被砍头吧？对，跟你们说呢，你们幸亏是遇到了灵统圣君呢。只要你们改恶从善，这件事就算了了。就这儿。哎，乔哥，请稍后，我通报给你们啊。没事。哎，俏哥到了。哦，你就是俏哥，进去吧，这知州大人在里头等着你呢，快进去吧。请。你们知州大人怎么会这样呢？让我来给他测大印，他倒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啊！如此对待我的灵宠圣君，真是山老鼠不识猫啊！我不伺候了。哎，哥哥，别走啊！走了，别生气啊！你请请。不要走啊！别生气啊！你回去通报你们知州大人。哎，就说灵统圣君驾到，我翘哥腿跪，主人不到，寸步不行。我去通报。马大人，请。啊！翘哥先生，大驾光临，有失远迎啊！知州大人，我倒不计较，只是这圣君灵统脾气太大，稍有不敬，他就不会显灵了。还望大人多多见谅啊！多多见谅。灵统该敬，翘哥你也该敬，请吧。不，马大人，既然让我的圣君灵统来测大印。就不免喧宾夺主，你还得按我的旨意行事啊。行，只要能测出大印，你说一我绝不说二。好，请吧。行。我说徒弟啊，可得留神点啊。对，是。他的灵统真的很灵吗？实在太灵了，神机妙算，无所不知啊！
那还是不动身不动啊，要显灵啊。哎，很难讲。怎么了？还想不动啊？灵啊，是灵啊，也会动啊。真是怪啊！肃静！供上黄金十两，白银十两，三升礼品，竞技灵孔。三升礼品，竞技灵孔。静心默视，虔诚祈祷，恭迎圣君，拜灵童，跪下。一叩灵童。二叩灵童，三叩灵童，起来吧。刘德亮，到前排来。哎，凭什么要我上去？哦，外甥刘德亮并无一官半职啊。灵童发话，他与丢失大印有关，不得回避躲闪。嗯，哈哈，俏哥，你竟敢说我和丢失大印有关？好，我来了。看你怎么断案砸落。灵童经，灵童经，圣人统灵，圣君入统统变宝，天下之事变分明，为何只说丢大印？第二少爷仗旧事，横行乡里欺良民。泽花催柳戏婵娟，巧取豪夫丧人心，冲锋剑戒戏难数，罚款纹银二十斤。我不服，住手！林通已经撤出，小花、柳妹、何婵、娟儿，你还不服？刘德亮，你认不认罪？认罪，认罪！来啊，再供银子二十两。圣君继续讨袁英，第一知州到任后，胡同永不外搬。乔克先生，请你策应，你怎么乱讲？不要东拉西扯，住口！不怕乌云蔽日，就怕利欲熏心。有道是治病须问病情，断案须问案情。灵童办案，涉嫌之人不得欺天瞒上，强言狡辩。灵童冤，做官事业从勾结，横征暴敛贪污业，小斗放债大斗收，生抢国米死抢钱，不义之财归原主，按部退粮莫迟延。啊，是是是。灵童报，残害百姓最难逃，捆绑吊打总随意，关押判罪不思考，治仓抗罪有道理，不该斗案关大牢。我马上放人。来啊，把万事昌放了。是，把万事昌。
武大罪状经玉帝，玉帝下令要严办，派下天兵收大印，除去污吏换清官。活神仙，请你转告玉皇大帝，千万不要把大印交给别人，今后我一定要勤政爱民，秉公执法。是我吗？换大人，换老爷，你受苦了，受苦了。哥，救救我，去救救我，你受苦了。弟弟。啊，小哥先生，根据圣君的指示，我已经把人全都给放了。哦，你既然满足了圣君灵统的条件，这大印就好测多了。那就请你快测吧。测测测，灵统测，塞翁失马应住得，天兵留印东门外，头上匾中藏大印。知州大人，如果你是认认真真的祈愿发誓，那就一定在上面，如果不是，哈哈，我可就没办法了。我是认真之极呀。哦，那就赶紧派人取吧。来啊，来，快扛梯子，快快快快快。哎，老爷放哪？放在这儿。我让你看看。哎，是，快来。是。知州大人，刚才测大印的时候是圣君附体，如果我说了什么不敬的话，还请大人不要见怪才是啊。不会不会。哎，找着了没有啊？还没有。再上一层啊，笨蛋。啊，是。再上啊。知州大人，其实你要是生气的话，这也没什么。我主要是怕圣君灵统他生气，到玉帝那里办事呀。啊，你说到哪里去了？我怎么会怪你呢？闻过则喜嘛。找到了，大人，找到了。啊，当心，当心呐！哎，快给我看看，大人。啊。大印，我的大印呐、啊！这次都是孝顺你了啊！好好好，好好好，等会儿啊，好好好，别走别走，好，祝愿祝啊！往四个点钟啊，他们会上去第二点。好啊，好，一来两好，挂了几口猫尿，看你饿的。我说阿莲呐，这回啊，可是咱把气出了。你进去。哎，别唠了，就是现在不知道我往哪儿去啊。哎，和我别闹去，我爹这次啊，一定会对你另眼相待的。大哥，上去。哦。来人啊，叫媚娟、阿旺、阿星、肖英，赶紧都来了啊！来来来来，今天啊，我给你们分元宝怎么样啊？啊，瞧你得意的，出父不叫财主。啊，太太，那你有何吩咐啊？这些用来修小坡路。哎，
这些用来盖房子住家的。这些，阿莲，你不想给他们将来的小俏也留点儿？啊？就你想的远。阿莲，早点睡吧啊！哎，我回自己房间去了。老爷，夫人，阿莲和跳哥回来了，是不是？是啊，昨晚我已经上床了，他们才回来，让我不要打扰你们。阿莲呐，阿莲，爹，哎，爹，回来了，就不要再走了啊！哎，你们的房子也烧光了，就留在这儿住吧啊！阿莲，哟，哦，是您，哎，岳父大人，小婿给您请安了，哎，免礼免礼，这回啊，你们把我从牢里救出来，我还得好好的谢谢你们呐。哎，嚯，哎，你们是从哪里弄来这么些的金银元宝啊？爹，这是俏哥拿灵统赐御赏来的。哦，喂。哎呦，这就是那个宝贝灵童啊！哎，这也没什么特别的嘛啊！这里边黑乎乎的是什么呀？啊，岳父大人，这是哦，圣君，圣君啊，昨晚累了一夜，他也没休息，我看我们还是别打扰他了啊！啊，哦，岳父大人，你先坐，我还没洗脸呢。爹，哎，坐吧。哎，这回真让您受苦了。岳父大人，啊，我说二姑爷啊。这么多的金银带在你身上，这也不方便呐，就让我帮你保管吧，啊啊！岳父大人，这个您就不用费心了。这些个金元宝，它就有主了。这个叫啊，叫花子不留隔夜米。